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儿子在外面买的菜有肉有空心菜，他说在外面农家乐去煮个罐儿饭吃，我们现在出去看看哈。现在到了这边的哈，问了老板一下，老板他说呀，10个人之内100块钱，但是我们只有3个人呢，跟老板两个讲了一下，就是拿70块钱，今天呢来煮个罐儿饭。铁罐子哦，好多哟，好多灶哦，那样一个大罐子，我去看。哇，哎呀，这么多人煮完了，哎呀，好多罐儿哦，大罐子、细罐子，还有包包罐儿，太多的罐子了。有句俗话说的哈，锅子大，什么装不下哟。这边好多锅哟，选一个。烧柴火煮罐儿饭喽，大家见过没有？吃罐儿饭，回老家不可以煮罐儿饭吗？屋头还有罐子哦。外面的罐儿香些的。那也是哈。把那糊都拿去炒了，干饭煮好了，这边煮的稀饭。82年的老火箭，是农家用的哦。这么大的火力喂，好不？罐儿饭、柴火饭煮好了哦，现在开始吃哈，来吃看看。啊，味道是一样的哈。可能很多人呢没有吃过这罐儿饭，炒的菜香不香？哎，我说空心香噻。就是不一样哎，这饭有多香的？炒的糊豆、肉丝、空心菜3个菜哈，来大口肉丝，好好吃，多香哎！今天带你们出来耍还是可以哇？可以可以，很吃哈。带出来耍啊，吃点罐儿饭，我们好多人都没吃过罐儿饭的。我说那种烧柴火煮出来的饭真的香一些，这个菜都香些哈，好大的。这糊豆多好吃啊！今天来好清闲的，只有我们3个人这边吃饭。老板那边呢，就是过节呀、周末，人就特别多了，人稍微清静些，人多了吵哄闹哄闹哄的。我们这个大鸡哈。啊。人多了抢罐子。是啊。这边的好热闹。你看刚才老板说了，他有一次300多人来吃，这边的罐子锅儿都不够。
你要管到我，我要给你清点好点点。再来碗稀饭，真的香哎！咪咪喵喵喵喵喵，感动可以喵。这边来看看，啊，那下面还四条河哟，都安逸的。平常我们在工地上干活呀，也没时间哈。反正今天日子，他说我们休息就带出来耍一下。今天出来怎么样嘛？开心呐，当爷出爷，给我自己动手，我也做事，做得饱饱的。今天休息天出来呀，耍一天还是都安逸的，肚子也吃得饱饱的哈。视频就录在这里，大家给川哥川嫂我们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哈，再见，拜拜。